大家的艰苦伫咧过日子，我隔壁阿边仔咧为着要饲囝，拢着插地去种菜。我最近哦，迄工作嘛毋是介好，旁边啊，伊嘛咧卖菜，毋知安怎样。最近嘛听伊咧讲，是我菜啊拢叫人食了了，啊，但真正哦，生活遮尔啊歹过，啊，若要怪哦。你怪来怪去，我怪皇帝。你甲看卖啊嘞，迄做官人嘞，皇帝嘞，逐天吼，拢住伫迄个皇宫外阁内底嘞。啊，人好个人，拢住伫迄个府邸内底，逐天拢食吼大鱼大肉啦，过迄种山珍海味的日子啦。啥物人知影讲吼，我咧做这艰苦的工课啦，搁较无钱啦。皇帝吼。伊若安尼继续落去，我无爱讲我八岁。若安尼去八岁吼，大家拢夭夭死。迄国家啥物人要推你啦？啊，若要吼做皇帝才好做，啊无就归去啊。我阿吉啦，别人是咧歹啊，对不对？归去要皇帝，我阿吉来做啦。你是不是皇帝哈？哦，你头条我后壁话，你个人嘛足奇怪，是无见怪？我是不得浪费输的，啊！听你伫咧暗声叹气，到底你是讨海的阿吉来啊？哎，讨海的阿吉啦，我不是西啊，我嘛不是西你啊。哦，你都唔知八字艰苦，我阿吉来就是日子无好过，只要爱写我地，讲一个较歹听的就是哦。不要在那美风地啦，不要美风地啊！你讲表哥，你讲离婚，我听人讲，你对八姐是真好嘞。我卡呸！对八姐好，八姐啊，对阮好的话，阮的生活会这尼啊歹过去。无你去问阿斌啊，无你去问公平啊，大家拢无好过，伊嘛甲你面着，伊嘛面着风地哦，够足地咯，面着。是，嗯，哎，咱这里的谁人，弄伫咧卖瓜哩？咱你是啥物人？这就是好个，穿甲安尼吼，丢丢短短，搁彩色的，伊阿公个呢吼，所以你都唔知阮吼，这艰苦人的结果，是不相瞒，我是今时啊来去珍珠商，我都知嘞吼，你甲看嘛，珍珠商珍珠出头，就是好个人呐，到。白白人，人比人气死人，好个人，到尾淡薄仔钱，分阮散食。这淡薄仔钱分你，这也分红。啊，既然你的生活出问题，话，就淡薄仔来开嘞。我先分我上迄两钱银币。这好哦，我见到你会当开票。什么物件嘞？开票就是哦，你会当吼开银票给我，啊，我来去转店，转了你啊，伊就钱给我。免了。你是真想过万啊！我甲你破一个人，这个人真厉害，你若好用伊算命，甲你解一了运呢。反正你生活起起就会当袂出问题啊！看到鬼，好个人真少哦，我唔知影人是安怎过的。你讲叫我去算命，叫我？你别人不相信，你相信伊来算命，而且话搁讲倒转来嘞，我擦屁屁嘞，今日抓鱼嘞，一只都抓无。菜价无我都袂晓换钱，我会带来的钱去算命啦。体价都无，还搁在搁拍官。既然我来给你报这条路，我来给你斗三工。当面主上有一个算命摊，算命先生帮我换换天哥。换天哥？对。来，这个开始给你，你就当开始行到迄个所在。你讲你想要算的代志，自然免甲你收钱啊。够真正。啊、哦，你甲伊是好朋友嘞。阮两个是非常好的朋友。既然你讲到吼，有脚有手，算命这厉害，我若叫伊算算嘞，有阵时我抓到大只鱼啊，大白鲨，还是讲吼，我一时夹袂了，就变好个啦，就着乐观，虽然越来越厉害，安尼吼，我就讲你厉害。正是厉害是算命先生，不是我。安尼你又算我贵人啊？来等算出来了后，我就是你的贵人。来，你开始给你。那真好个，你来看，现在开始拢夹起卖。那夹起卖，搁金丝
咧，啊无这支开始，啊我若做着，你后尾咱用我哩啊。免用我啦。哈。讲着这句，我着爱你啊。我知影你伫这支开始，敢若看真久咯。免用我，我若开始吼，对我来讲无路用。这句话我怎发起来的？唔好唔好。既然是如此。你是我的贵人，今日我阿爹来出头天，路头路尾你来搁相拄着，好得阿爹来请你吃一餐，提去摆车哩。搁一个啊，我来啊，阿爸今仔你买坐无？我介意用方言的，安尼哦，歹势嘞，安尼我这准备就去一下啊。就由一压再回串天神啊！